一号。来看今天的住宿地方，还有先入住了哦，它是这么大的住宿的空间，然后可以，然后它是小小间的，又有客厅，然后提显示它冰箱呢，上面有微波炉，又有洗手台，跟可以煮东西，而且它很不错的是，来你继续。这边浴室，它还有小小间的，而且还有浴缸，还不错。然后而且你看，很少，其实很少啊。在两年前我去日本的时候，没有付这个洗衣机，而这边这间有洗衣机，还蛮贴心，洗我浴室。浴室跟厕所是分开的，真的还蛮方便的。镜子，然后这边衣柜，太多东西了。而且还不错的是，它还有附，还有附给各位旅客，如果来的时候，它有这个除臭芳香，还有充电器。然后旅客来的时候，如果忘了带电啊，干嘛或电线、这充电器之类的，它还有附送，还有附送插座。来，各位看一下。好、哦，然后我们这边有阳台，因为现在有点晚啊，阳台就目前就没有想过去。这只系列，哦呦，今天我们住的地方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要先洗澡，因为刚刚我们才发现它这个热水温水器有限定时间，在一点晚上一点的时候，它会把它关掉，应该说会变比较没有热水的功能，所以要先来洗澡。就是这样，好，先这样，拜拜喽。Thank you.